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下面玩游戏是《生物幻想》，那我们三集呢，集合了赤血的一组，那我们现在进行主线剧情喽。不好了，你快走啊！是贝利夫人，贝利夫人出现来了，快快快！贼首还不服诛？亚父，莫伤灵儿。以其地的狗命，来日再去。哼，好狡猾的贼人！多谢亚父手下留情。林河多谢摄日王。珠儿，你今日怎么会前来帝都？我原要携灵儿向父上请安，未料一时大意，才让贼人有可趁之机。我这就率人追上，来日再来请罪。摄日王，小民也去协助捉捕贼首。不用了，此事就交给珠儿吧。哈哈，小兄弟，方才看你使剑，似乎还结合着独特的步伐，不知你师承何处？小民祖公为鸿剑将军。鸿剑？你是风鸣军的后人？是，大义神将赐给祖公的飞灵弓，一直是我们的骄傲。难怪你方才出招的进退行止有些眼熟，当真是后生可畏啊！相比之下，我现在却连一个刺客之首也拿不下，看来活得久了，本事也就越来越差。不，大义神将，你当年为苍生来到人界，设九日除六凶，一直是我们陶唐九州的英雄，这么多年来从未变过。哈，这些都已是过去之事，今日因为你们相助，刺客余党已全部擒获，实乃大功一件。相信若禀告帝君，帝君定会十分欣喜。你的意思是他会好好奖赏我们？我是说一起地会接见我们吗？我讨厌你们。细雨，你怎么了？不好意思，小孩子嘛。啊，这几天我们都会在客舍等朋友，如果方便的话，可不可以改天再来找我们入宫？我知道了，那我先回宫复命了。停步，细雨，你究竟怎么了？我讨厌摄日王。究竟是为什么呀？你是不是累了，还是肚子饿？先回客舍再说。停步，不可再往前了。细雨，我们先休息休息吧。难道是大义以前不小心杀害了细雨的朋友？啊？哎，存档点不见了，这边还是不能进去啊！站住！这里不能进入。回客舍吧，细雨妹妹还哭着呢。好奇怪哦。哎呦，麦克风突然倒了。不能走，速速离去。啊，只能回客舍，对不对？外出，为防刺客残党在线。没想到祁阳大典竟然有刺客入侵，身上有疤的护节女子，单日神那个就是气血人潮，就没了生命。大女子怎会做出这种事？神巫不解，会如此行事的原因与长相有何关联？姜子彤那到底是干嘛的啊？
小兄弟，你出名了，快且入内坐坐。小兄弟，你出名了，快且入内坐坐。就觉得不用，不用买了。哦，我没有这个了，设立扣，这个应该也不用啊。反正有个机会可以买嘛。小兄弟，你出名了，不得再往前了，快回屋内。好，想管制就对了。那我存个档吧。进主线了，我听到噔噔的声音了。黑色的气息自地面涌起，眼看几乎要把神屋吞噬。运中线，有个白衣圣女的神秘男子，一个飞身，一个旋转。哎呀，竟然将神屋抱之满怀呀！这一变，打乱了刺客的节奏。可他偏偏让气血首领碑林夫人给逃掉了。还真是不减当年勇啊，真意外啊。让凡人去行，你不能去打呀，我看你就只会出一张嘴。这是大大的胸罩，大你先别难过，也许是贼人设计才导致如此。大大的胸罩，大点失败，无论是天威武是全城封锁。那我要住哪一间呢？我要守在太阳下山前围城，已经保住性命。有德者得天命，但这些年来竞灾却越发的频繁。再看看齐阳大典的不祥之兆，刺史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？九天金龙也没挺身护卫，这一切看来咒因于地豪堂终于也失去神灵卷。大不敬的传闻可别乱说。少数人谈论是传闻，大多数人谈论就有可信之处了。我觉得那一齐地怪怪，为什么他都不讲话？会被控制是不是？推荐。都一天了，银川和游眠怎么还没来？西雨，好吃吗？嗯，小飞星做的粟米团好好吃。小飞星，对不起，西雨不该生气，因为你们都没有错。如果那件事没有发生，西雨说不定就遇不见小飞星了。所以西雨虽然难过，但是西雨不生气，西雨长大了。虽然还是不懂西雨妹妹的事，不过西雨你能释怀就好，否则我看这呆子都要急死了。呆子，真没想到你还会做吃的，我也来尝尝。好好吃。呆子，没想到你的手艺这么好，以后哪家姑娘要是跟了你，肯定三生有幸。魔术姐姐，小飞星很厉害吧？神医哥哥也很喜欢哦。神医，你怎么了？是方才上来的茶不合你口味？茶里有毒。怎么回事？谁要杀我们？知道我们在客舍入住的，只有银川、游眠和射日王啊。不止如此，从我们入住客舍就有人在监视我们。难怪方才出去总觉得有人跟着。我们不能坐以待毙。出去看看。兰香姑娘，兰香特来迎接四位入宫，以表谢意，另有一事。啊！
是黑市的人，好大的阵仗啊！兰香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嗯。黑市无猎手段，一向诡谲多变，小心。嘿呀！好，我们要一次干掉四五个人。是你的，雕虫小技。那就找中博最快的。为什么要增加？旁壁挡车，留下。这样可以拿到任务吗？是有了，污蔑宙斯，你们逃不了的，拦住他！灵魄隐匿。只要有饭吃，我什么活都能干。哎，怎么会这么突然？你们的雅房都已被夺。好了，我们先进个档吧。这一集我想先到这边好了，这集比较短一点。好了，小米道换频道，随放图片和电影，换到粉丝样的赞，你最新消息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的铃铛记得把它打开，这样才可以随时注意到我最新影片哦。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